你们俩一起坐，好啊。然后晚上我们调来鱼，你们吃。天哪，有人我圈屎开，还是杠屎开？哎呦，哎呦，哎呦，哎，我好心给你啊，你冲我。那边还有一个，怪不得他一直在散发臭味，真的是绝了。怪不得我每天臭在臭味中生活。啊哦哦。零糖、零脂、零卡，就喝元气森林。本节目由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旗舰级硬核豪华 SUV 广汽传祺 GS 八指定座驾赞助播出。快把它搞破，没关系了，就这样吧。啊啊啊！快救！这我要扔哪扔这？哎呀，那个弹壳扎到我手了。啊，你把你手扎出血了吗？但那个弹壳好像刺进去了。哎呦，快，你快上去处理一下。没关系。我的天，我跟你说，网友看到你这一幕一定会说，天哪，你这人竟然被弹壳扎出血，你是多嫩。没有，他从那个指甲那指甲里进去，好疼啊，你赶紧上去处理一下。你去弄我这边来处理吧。好惨，以后谁要在我车里放鸡蛋我跟谁急。我说把这再擦一下，不能再让他祸害我们车了。还好发现了他，再久一点我跟你说什么臭虫啊苍蝇啊整个就飞进来了。我先把蛋壳给他搞出来。你等一下，我查一下生鸡蛋撒到衣服上怎么清洗，对吧？哦，网上说了，鸡蛋清在热水里很快会溶解，你把沾上鸡蛋清的地方放在40度左右的清水里搓几下就可以了。那就是要热水呗。那我去搞点热水过来。就这儿有点臭，就是这个鸡蛋臭掉了。来了，热水，你浇上去。小心手啊。OK。烫的啊。有反应吗？化了。真的？化了。哇，哎，是的，掉了。网友的智慧，热水是可以的，可以，很可以。哎，确实，哎，一擦就掉。反正我不管怎么样，你谁跟我以后在车里再弄这些，就这样吧，差不多了。我怎么感觉钓鱼好像舒服点呢？下次洗让他们两个洗，我估计没下次了，到终点的时候都不洗了。你好，这咱是钓鱼店吗？我们要是什么渔具都没带，能租这儿的用这儿的吗？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就是50块钱一位，然后可以钓5个小时。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钓上来称斤。钓多少算多少啊？对，咱们就五个小时呗。我把钱给你，我去了。多少钱？押金100，加杆子一共付200。200啊？嗯。好。还有西瓜，西瓜卖吗？西瓜。1个20。来一个。走吧，咱就挑一个咱晚上能吃就可以了。我钓鱼就是愿者上钩，来呀，快来吃啊，快来吃啊，来了我的这个。哎呀，看它们动呢，觉得有鱼动它。你这个哪看得出来呀？这是浮着吗？哎呦，打结了！哎呀，这太臭了！哎呦，这鱼饵都泡没了，你看。哎，我这不好甩出去啊，我这个。哎呀，不给面子是吧？啊。哎呀。好渴呀，谁给我拿点喝的呀？哎，来，我来，我给你带了这个好喝又解渴，零糖、零脂、零卡的这个元气森林。哦，行吗？嗯，让我们红尘作罢，活得潇潇洒洒，喝着元气，共享人世繁华，干一杯啊！来，爽。爽，嗯，好喝不长胖，太棒了。你们先喝点水。好，谢谢。我叫大哥过来教你们做什么东西？做什么？做蜂蜜酒呀。蜂蜜酒。对呀。啊，对，我们要帮你干活，对吧？这应该的啊。
你看我基本上就按照顺序，按照咱们的顺序，它有一个要求，就所有的器皿一定要提前要消毒。然后就是两桶水，先把两桶水加进去。你加一口，加进去。整整三年。倒水的感觉好爽，体会到葫芦娃里二娃的感觉了。呼呼呼。然后是。这一桶是要放36斤蜂蜜，这一瓶是1公斤，一公斤就36瓶吗？对对对对，哎不是，十八瓶，十八瓶，对，十八瓶，就这样往里面倒就行了，哎，就倒就行了，哇，为什么我们同事这个声音感觉很爽？对，很爽，就平时没这么浪费过蜂蜜的感觉。对，所以蜂蜜酒最早叫桂子酒，它的成本原来成本非常高的，我小时候都这样。我要用那个蜂蜜吸一下我的嘴，可以，我的嘴裂开了。第二个原料就是这个玫瑰花，玫瑰花这是什么玫瑰花？四季玫瑰，这是你老家的东西啊？对啊，云南的玫瑰，就这个，到了。对，你把它搞进去。有种感觉要洗澡，洗澡了，真的要洗澡了，好奢侈的一个澡。哇，这就主原料就加完了，然后那是宁夏的枸杞，然后加葡萄干，对，加葡萄干，这都是。这为什么是热的呀？我全部消毒了。哦，还有枸杞啊，加一小撮，是丁香花那个丁香花，一小撮。然后这个是宁夏的甘草，这里边有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可以促进那个单糖转化的，就来加料。哇，这黑不拉几的是什么呀？猪八戒的搓澡搓出来的泥，大力澡泥丸，噗，这很像那个。我三年研究的就是这个东西，酒曲。酒曲，传说中酿酒最重要的东西，灵魂。两颗，这会儿就是要把它整个要搅匀了，这是个力气活，力气活。这个力气活，我一听到力气活，哎，下面有什么东西啊？蜂蜜。要把蜂蜜搅开，这个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加油。可以逆向搅吗？不行，可以怎么样搅都行，这没有要求。玫瑰花把它打湿，整个放花粉，哎对，充分搅拌。哦香，这个蜂蜜的那个味道出来了。我们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专门就把它做了一个，我们自己喝着都放心，很放心的。感受一下，来，我来，你感受一下。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是吧？完盖，然后把盖子盖上以后，每天要搅一次。等你那个结婚的时候，我们再开。然后，对不对？能存那么久吗？橡木桶存可以，可以存那么久。好棒哦，长知识。好了，那你就喝点水，休息一下。田哥，你什么时候去旅行的呢？旅行得过了30岁以后了。我因为我们这个跟工作也有关系，因为我们有时候得说书嘛，好些东西是师傅教的，或者书上看的。嗯，这东西吧，你自个儿不消化，太照本宣科，你说出来就是假，有点糊弄观众了。实话实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得实践，实践比学习还要重要，实践比学习还要重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习其实不是学习的意思，在里边是实践的意思。嗯，所以学而时习之是什么意思呢？一边学一边反复的实践，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因为我师父跟我说一句话，你就记住，都有用，所有实践都有用。我今天吃了一西瓜，我今天跟人打了一架，你感觉其实跟你工作没用，其实都有用。是的。就包括我听你聊的这个，去说哎，从北京干到巴黎啊，你说谁哪个艺人会干这种事儿？对，哪个艺人会闲成这样？对，不是也给多长时间没通告才这样？就不是，我是觉得就艺人嘛，就有些人艺人想法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是是是是。就人家可能觉得说趁着年轻多赚点钱多怎么样的，但有些人想法可能就是趁年轻多看一看。对，其实你看，就比如我，你看我骑这车去吧，我连花的钱，但少挣的钱就得上百万了。哦，
如果没有这次经历，我再过几年，我可能再花几百万，我买不来这样的经历了。还得出去走走。对，多走多看看。这个旅行最大好处就是开阔眼界跟开阔心境，这个是特别好的。所以我说，我特羡慕你这岁数嘛，这岁数真是最好的时候啊，就27、28的。对。一个人啊，一辈子能有最大的成就，就从27、28到34、35。嗯。你翻所有诺贝尔奖的名录，他所有的人生最大成就都在30岁上下。嗯。什么什么大器晚成什么，很少凤毛麟角，不会有那么多。是。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能干嘛，我想干嘛。此来其实带了一些自己的疑问来的，我能做啥，我想做啥。我觉得我其实有点没有太找到自己今后的一个目标方向，有点混沌。就我不想往那么深，我就想往那么浅。就是我是谁？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吧。就比如说你是模特、明星、艺人什么的，定位，你定位这个定位其实是别人给你的定位，但是你自己给你定位你是谁。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做什么？其实大家都很难专心干一件事儿，对，大家其实都想着跨行取点利为最好。现在的都是这样。是的。但是其实。最好的事儿就是最美满的状态，还是一辈子专心能干好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一件事儿一个行业得到特别大的认可，其实可能是一个最美满的事儿，或者一个最开心的事儿。对，老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单纯的一个人，而且他还是一个挺真的一个人，他很像我27、28岁，但我想跟他说的时候，你应该珍惜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我要出来冲杯咖啡喝，来让我用这个零糖零脂零卡的元气森林做一杯美味的淘气美食。我觉得这种做法以后会成为新一代网红喝法。这个味道是蛮好的。我真的好想家里的孩子和老婆了。你离开他们最久是多久？那拍戏吧，拍戏可能半个月一个月。那他们不跟你去组里吗？芊芊有时候会来探个班，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漂亮的女演员。他就是严控，严防死守加控制。最夸张的一次你知道吗？他，我刚出道接了一个电影叫《小马》，导演叫罗永浩，我演一个摇滚歌手，主演男一号。因为摇滚歌手嘛，就会有各种这种情感故事嘛。有一场戏需要我和女演员就是在床上演。然后呢？然后芊芊那时候他就盯场，他已经爆炸了，你知道吗？刘老师在那儿很热，我们在一个小房间，刘老师一边扇说，哦，我觉得你这样啊，你这样抱上去，然后你看把你的手搭着那，然后嘴然后亲上去什么的，然后我就听到芊芊说，啊，我觉得这样啊，啊，我觉得这样没有必要，这个动作根本没有必要，你这样拍也拍不出来，剪也剪不出来的，对不对？完全没有必要做导演。哦，我觉得还是这样好，这样好，因为这样才能表现出这个演员。哎，不是你谁啊？不是你谁啊？芊芊当时就说，我是他经纪人，经纪人是吧？我是导演，我说了算，你给我出去。我就看到他眼睛，啪，眼泪飙，哗就出去了，你知道吗？我根本没办法好好演，以后就不让他去现场。所以你拍过吻戏吗？拍很多。他现在还生气吗？现在就是要报备，提前报备。我的荧幕初吻还在。哦，你还没有吗？没有，我拍过的感情戏少之又少。啊，你现在拍了那么多年戏，你没有吻戏，就是好吧，希望有一天可以拍到。那如果说让你可以随意挑选的话，你会选谁呢？羞羞，所以，我只是让你想一想，你想什么呢？又不是真的哦。我会有一点害羞。哇，你说巩俐，巩俐还不给你拍呢，对不对？谁呢？谁呢？哇，你这个要想很久啊哈。就是，大表姐。大表姐，刘雯啊，能问为什么吗？是因为她就是就被她的那种气质所吸引，对不对？对，我就觉得
高级一点，高级一点。他让我最感动的一次是我过生日，刚过了零点，他就给我发了个生日快乐啊！他认识你啊？嗯，所以你有微信了？有，那你直接跟他说就好了呀。哎呀，这那个不好意思啊，就是女神啦，只可远观，我懂，知道吧？女神，就是看看就好，对，看看就好。可能刘雯拍戏比较少，你没什么机会。对，我觉得是没机会，没机会。你呢？你现在的那个，我跟你说，说出来你都不一定认识，叫金明。琼瑶剧的御用女演员，我可能十岁多，我看到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然后跟我差不多年纪，里面演得可好了，然后我当时就迸发了那种少男那种情窦初开，我当时就在想说，哇，我以后结婚要娶到她为老婆。真的，后来我有见到她本人，你知道吗？你有上去要微信吗？没有，我看完她的时候最大的感想是还是我现在的女朋友好。你这个芊芊，你这个真的，真的，那芊芊那时候已经比他美多了。好的，他们钓鱼也差不多了吧？我们跟他微信一下。Hello， 翔哥，你们怎么样？我们那个车也洗完了，酒也酿完了，现在就等着你们。我跟你说，那车臭的呀，太臭了。你们钓到了吗？你猜我们钓到了吧？我感觉你们一条都没钓到，一条都没钓到。很遗憾，你猜对了。哥，我给你一个建议，千万不要为了男人的尊严一定要钓到再回来，可能你们今天就回不来了。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觉得他们一下午一个没钓到，有点没脸回去了。我们算一个时间点好不好？如果几点钟你们还不回来的话，我们就自己去夜市了，好不好？我这晚上去夜市的是吧？那我们回去。你看，就因为去夜市，我们就因为骑马真的马上就掉到了。你看，这台阶对不对？去夜市。啊，等你们，拜拜。见，拜拜。拜拜。走吧。马也没钓上。他们但凡有鱼拿回来，一定是市场买的，假装自己钓到了，为了有男人的尊严，对不对？我懂你。我和王佳一定会怎么样？他们只要说，哎，我们钓到鱼，你看这厉不厉害？平时我们的反应是，哇，好厉害。今天的反应就是这样。我们回来了，怎么样？好。厉不厉害？来看一下，前面是什么东西？鱼啊！哇哟，有三大条，活蹦乱跳。三大条，五大条呢？五大条，闹着玩呢。太厉害了！这么棒！这个送给店主，就当我们那个房费抵扣。走了，你们那个穿个衣服，你冷了会。对，晚上冷。先把鱼给老板娘去。海棠姐。这个送您，这什么呀？实在是无以为报，我们买了点别人钓的鱼，我们说送给您了啊。嗯，你们一条都没钓到？理论上说是这样的。你看啊，这应该是有七八斤吧？七八斤，100块钱给你。不要，给你80块钱。不要，再便宜点。50，最低了。就想要50块钱？对。行吧，你看吧。来 ，OK， 一点心意，对。那明天给你做好吃了。别，我们给送给您的，就说祝你年年有余啊，年年有余，对，富贵花开啊。你去夜市吃。对。我们今天晚上回来见。行，好，拜拜，走吧，快乐出发，别害怕，走吧，你看，你休累吧，我有点累，那你就休息会儿吧，好。来，音乐 music， 我重新连一下，快 ，three，OK，、okay, got it，right。
夜市吧，吃个羊肉串。有点肚子，听说很多好吃的。大悦城到了，宁夏观光夜市这里。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吧。到了，哇，好饿呀，我现在。走嘞。感觉好吃的东西很多。嗯。猜火车是什么？咱想吃那个吗？哎，这个太难了。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很热闹的，人满王的。兰州牛奶鸡蛋醪糟，有点特色。来一碗，多少钱？来。OK。你们边拿边再喝吧。哎呦，这个串串也蛮好吃的嘛。哦。我也想吃这个串儿。哦，对呀、啊，我要素的，素的，荤的也行，荤的也行，但是也给他点素的。好的。能吃上吗？能。这是啥？福袋。我也想要个福袋，我也想要个福袋。哦，好吃。嗯，这好吃，这好吃。这真的好吃，特别好吃。怎么样？不好喝。怎么样？我吃个鱼饼吧。鱼饼给我一个。多少钱？别！你跟他拍张照嘛？行。真的吗？你跟他拍张照就抵了吗？你跟人拍张照，你跟人拍张照，跟人拍张照。来，你给我手机，我给你拍。您出来也行。行，我等您。我给你拍，来。行。杨大姐，我知道杨大哥。哎，你好。来，三十。好，跟您这字号都合了。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好了，好吃好吃，拜拜拜拜。好，要不这个大鱿鱼怎么卖？大鱿鱼，啊，不要一份，多少钱？15是吧？你慢慢烤呗，我们待会儿回来拿。待会儿过来拿呗。另外一个，你要看我的表演吗？好，表演对不对？好。你有什么豆腐可以用这个方法炒一份给我吗？豆腐。好吧，哎，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吃，炒豆腐也是。来，我尝尝。怎么样？味道应该很好，味道不错应该。嫩。好，好吃，好了，我说很好吃。Go，Let's go。哎，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车开到这儿来吗？这个叫北乡市场，地摊经济。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车就是？对啊，咱没有人卖的呀。不是卖我们才艺啊？你发现这个区域有什么问题吗？没声响。如果我们在这儿摆摊，我们要搞点有声响动静出来啊，让人家先过来，对吧？我们不是正好没钱吗？啊，我们也过来小摊经济。这正好还有一个车位，怎么样？对啊。今天来不及了，这儿来不及。不错啊，这个地儿真不错、啊。这一点我们的盘缠。那你要摆摊儿是吗？非常好。您是？我是这边的负责人，管理员是吗？对。就是我们想问，如果在这儿摆摊的话，要申请。可以。有什么摊位费吗？这个我不会。哦，绝对都没有是吧？就完全就是。就是让大家活跃市场用的哦，就是卖什么东西有什么限制吗？只要不设置现场加工的一些食品就都 OK。那我们能先预定一地儿吗？我们就这儿了，就这儿了。行，这儿吗？不，我觉得这儿可以了，这儿可以，这儿可以。那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吧。好了，好了，明天咱们在这儿见吧。哎，等，他们这个音箱。明天能借过来的话就无敌了。
我们现在音箱都没有。可以啊，问问问问问问。满眼都温柔的脸。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有一个就是不太好意思的请求，因为我们明天想在那边做一个尾箱，尾箱的尾箱限定团，对尾箱。我们主要还是想表演，但是我们没有设备，没有任何音箱，所以我觉得你这音箱很酷，声音也很大，对，所以能不能明天借我们用一下？这个是可以租的，不是肯定要就是租大概大概什么费用？租的话是500，五百一天一天是吗？对，那么漂亮，好说话，对不对？哎哎，你看你看你看，这歌声让我觉得真像听了甜蜜蜜一样。然后呢？就是美丽动人，美丽动人。然后呢？真的。不是这样，明天我们跟你来个联合演出也可以。哎，我可以跟你一起合唱。对对对，对不对？我们可以排练一首。然后这儿咱就共享了，可以。上，快共享了。上什么？上上上！你觉得他怎么样？借给我们好不好？对啊。你觉得他借给我们好不好？你觉得他借给我们好不好？看着他的眼睛。对，看着他的眼睛。跟我们一起合作好不好？你愿意吗？我们一起共赢好不好？搞定！哎，啊，明我们明天见，好不好？想不想来看？明天我们有最好的音箱，想不想来？明天是免费演唱会哈。对，好好，那明天见啊。对对对，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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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我们可以不吆喝大家，让大家给我们捐钱，但是前面放个框，对，人家愿意捐呢就捐，对对 对, 对，这个行吗？来，我们上车商量吧。一杯上车吧，先上车吧。也得买。我们回去要想一想明天的演出节目单，然后包括我们能卖的产品，大家都要唱吧。每个人表演一个是必须的，我觉得。那我就唱张震岳吧。思念是一种病，然后再来一个就让这首歌，好吧？你不如唱他的那个。张震大将一张马刀，这个比较适合。张要来一包长寿烟，所以我没来十八岁，比较适合现场气氛。那谁跟我一起唱一下吧，这个好不好？那我跟你一块唱。OK， 行。到站。哎呦我天哪，他们肯定着急了。回来啦，快来快来！哎，海良姐。快来烤烤火吧，你看我给你们。哎，烤火了。小篝火，快来快来。哇，篝火，来。今天怎么样？吃的好不？挺好，挺好的。然后我们又自己给自己设计了我们明天的一个很关键的行程。啊，我们想在那儿演个出。哦，然后行，尾箱里卖点东西，嗯，挣点盘缠。啊，可以的呀。然后我们想跟您合作，就是看看您这边有什么就是销售的。对。然后或者您就比如说像您。有什么？您这个酒店的打折卡、会员卡，您宣传再售卖一块了。对对对。哦，那我这样吧，我晚上想一想。行。好吧。好。啊，你明天早晨要去看日出啊？起得来吗？那个山难爬吗？走上去，然后到爬山应该有2个多小时。走上去到爬山2个多小时，出发了。我们本来想去什么中卫沙漠，沙漠看个日出。世界我家也能看，你们就这样听图呀。就这样定了，明天早上我七点钟我叫你，就在这看好不好？对，你们看，我给你看这屋里东西。对。后天就要出银川，明天最后一天银川了啊！来来来，看看来，咱们看看有身上多少钱啊？哎，算算，来来来来，数学好的算算。我这儿就100-200了啊。300。400，3470，3480，3000，5441。你看，咱还有几天？还有8天，还有八。我们只有5400块钱了。这样吧，我们给你一个物资的补给机会。好。明天你们去道鱼空间那边有农民在干农活，你们可以去帮帮忙。然后如果完成了的话，导演组帮你们实现一些愿望，比如说你们最想去的住的地方。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有动力了。哎呀，我知道了。我跟你说，明天就是干活，明天干一天活，咱们今天早点回去。这里有一份银川的艳遇指南，真是挣钱的机会吗？看名儿。
但明儿半夜你给我化妆吧，就别等到早上化了，就早十几个小时的妆化出来得啥样啊？你化出来可能就刘德华第二天出现。明天要下午要干活，晚上要唱歌表演，对，上午再搞个对。那个看日出，我可能熬不过晚上的月亮，见不到了。所以咱们要有所取舍，对，对不对？三个里面舍一个，我们来投票，好，哪一个不想去？第一个看日出，看日出不想去的请举手。好，一全票通过，压根儿就多余表决这个事儿。对，行了行，那就明天睡个懒觉，下午到鱼空间那个干干农活，干干农活，晚上去卖卖艺。对对对，就这样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行行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了。行吧，咱们回去收拾吧。可以可以可以，走走走。好喽，洗澡睡觉了。飞驰的尾箱马上回来，飞驰的尾箱现在继续。对了，该吃早饭了。对，那个约的九点半，走去吃早餐。九点半几点啊？现在九点半，走。吃早饭不积极，做人没情趣。叫一下大哥。哇！这叫香草鸡蛋饼。哦，这个太绝了。哥，这是白菜吗？哎，是我们那颗白菜吗？是的。真的吗？你把它做了哈，厉害。尝尝这菜。尝一尝，是泡菜吗？哇，饭的。早啊，新的一天开始了。哎呀，让我们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好，来一瓶零糖零脂零卡的元气森林。来来，干杯。小心点。元气满满。哎呀，真元气满。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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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喝完真的是完全没有负担，爽！好喝又解渴啊！早早哦早，我已经不早了。哎，我们今天怎么办？想想，吃完饭马上开始排练节目。对，先说说节目吧。咱晚上几个节目啊？不用太多，就跟这天桥的把子似的，他不能一直演，不能光练不说，咱得穿插着聊天，对，穿插着演，纯演一会儿就演完了，你知道吗？纯演的话，15分钟就演完了我们所有节目。得先聚人气，且不能演呢，你得把人聚的差不多才能演，你知道吧？得先聚人是吧？肯定的呀，先聚。要靠唱歌把人聚过来，那上来先聊天，对你得先把人聚齐了再演。那我就唱一首吧，最简单的一首，哪首？思念是一种病，很好。上次你演过，我觉得我这个我不会忘词儿，其他的我怕忘词儿。可以看手机，没事儿，观众不挑这个。你看着词儿唱，真没事儿。但我觉得，如果我要唱 rap 的话，要看手机有点难。不是，你看 rap 你就嘴里稀里糊涂，你说说。对，反正 rap 说什么也无所谓，说什么也无所谓。那不行，这不行。rap 不都讲究现场即兴发挥吗？那是 freestyle， 行吗你？你有 freestyle 吗？你有 freestyle 我没有。所以我没有参加这个节目。我们搞个相声呗？啊，可以啊，可以啊，学习一下。可以。要搞相声就你逗哏，我捧哏了。啊，对，哇，厉害了，哇！逗哏比较，就说的话比较多。对，逗哏可能会说的话多一点，因为就是你，我不应该是捧哏的。这是大家的误区，都觉得捧哏话少，所以捧哏无关紧要。其实捧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两个人一个会一个不会的话，最好是会的那个人来捧，因为本来你话就少，你这不会，那根本就跟有你没你都一样了，啊，就谈不到俩人协作了，你知道吗？就看着会非常别扭。
我回头告诉你简单的。好，就两三句话。嗯，也可以啊，两三句话。太长，观众西红柿就该上了。哎，马上就下去，就一局了，别打了。对，我要有自信，我觉得我可以。不打的是我。我们元气森林的这个水，嗯，说好那个可以赞助我们一些，我们拿它怎么？那就卖这水呗，就卖它，觉得挺好的呀。这五块钱水我们在那怎么卖？我觉得我们要把提升一点它的附加值。对的，提升一点附加值。就人家喝完之后，这瓶子能留下来的。对啊，然后就是我们画的，对吧？对。那咱几个节目了？一个节目，两个啊，三个，我可以唱一个。我觉得舞蹈是可以，舞蹈可以，因为音乐大声嘛，对，对不对？哎，真的要是有人会来跳街舞，来一个 B boy 那种啊，地上动作来一套。什么叫 B boy？ 就是在地上 breaking， 就是地板动作，转的啊，然后那种托马斯之类的。其实我倒是会一点 B boy 的动作。你来一个，你会啥？六步。什么叫六步？来六步一下，六步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哎，就是这样啊，对，前面。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我怎么？你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这个确定是你跟哪个老师学的？初中学的呀。你跟他那个把费用给退了，不是动作快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大招啊！哦，还有大招，大招来了！要！什么东西啊？电臀！这什么舞蹈动作？哦，电臀！电臀！什么舞蹈动作？电臀！电臀！难道是用电臀？就是电臀！啊！是不是？这什么人？纪凌尘真的不动、不讲话、不做表情的时候是帅酷的，但是你一跳舞真的。然后地上来一个，地上。然后地上是这样，一二三。然后我就说五。哎，对对对，差不多这意思，差不多这意思。还是聊着说相声的，整个垮掉。就之前我们在聚的人直接呜散掉了。其实还有一个招，你们小时候，他们俩可能没看过。你小时候看过那种，就是那种早市集市弄一大棚子啊，然后外边放着音乐，当当当当，然后告诉里边有什么奇怪的宝物，花五包钱进去看一眼是吧？对，进去以后有一瓶子，就假装是这个，有一瓶子，上面有一人脑袋。这个瓶子上有人脑袋，对，瓶中怪有一人脑袋，这么小的瓶子上，对，其实就是一魔术，魔术嘛，障眼法特别，他是，反正具体我跟你讲，那是镜子什么那东西，镜子那也是，对，咱也可以，把纪凌尘那个脑袋，对，把你脑袋放在里边，放一个原地，不，等一下，等一下，放一个原地器官，对，不，等一下，哎，真的可以，不，等一下，不是，等一下，为什么是我的脑袋？什么？我可以表演才艺，就你表情最深，对，不是，我哥，因为你刚才跳了那个，我觉得你在这儿还，因为我，哎，对，你看。你先在这儿帮忙猫跳这个，一会儿一转过来你就，哎，不，你会吗？真会吗？真可以，我有音乐，当个儿当个儿的个儿当当的个儿当个儿当当当当当个儿几个儿当个儿的啊。那个车其实很好解决，它后备箱都是黑的，晚上也很黑，你就跪在那个，你穿黑斗吗？你只有个脸，你就跪，靠右边。你就跪在后排座椅上，把脑袋露在这儿，他一人一起来，他带动这个气氛。当个儿当个儿的个儿当，当个儿当个儿当，当个儿当个儿当个儿的个儿当，当个儿当的，夸夸就看一下就五毛钱，真的，就看这一下，多还不应该。哎，我不行，我肚子疼。万一他们被我吓得打我怎么办？哎，要打一次就1000块钱，咱打一次，咱直接收摊，咱今儿晚上就完了。
没事，回头琢磨琢磨，这是最后实在不行的招儿，这是实在不行。最好最好不要用这种。万一不行。走了走了走了，下午要干活，干干农活，干干农活。当当当当当当，啊哥啊呀！哎，老大，嗯，看你开车那么久，太累了吧？要不换我试试？不用不用，你看广汽传祺 GS 八这个智能挡杆可以切换多种越野模式，你看没有？上次在虎克之路用的就是这个沙地模式，哦，开起来特别稳，特别的便捷。哎，太棒了！哎，那赶紧出发吧，走吧 ，Let's go！ 哦。到了。完了，这地太有意思，绿的。咱是骑这个吗？啊，你手套都戴上了，万一干活呢？那你这装备有点齐全的呢。嗯，啊，走吧，哥几个用力啊！走喽，一二走嘞！哎哎哎哎哎哎哎！你不往河里骑啊？你们俩得咱俩得往一方向弄啊！右啊？不是，咱怎么往右啊？拐呀！哎呦，我都拐不动啊！哎，走，走喽，拜拜。哎，圆哦圆，哎，这哎呦，这是水稻吧？这是水稻吗？哎呦，这么大一片呢，太大了。听说这原来是一片沙地是吧？整个把它建设出来的，真的不容易。哇，这么厉害！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对啊，作为一名十几年党员，觉得非常的自豪。你们以后要加油哦！好，好，争取平上先进。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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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刹车，刹车，刹车，刹刹刹刹！哎呦，哎呀，哎呦我的妈！哎呦，哎呀，走走走，咱们看看稻田，稻田。这时候要放一首李健的《风吹麦浪》。不是，说是稻田。哦，咱们的米就是从这个一点一点结出来的，是吧？嗯，这我真长这么大第一回看见，没见过，没见过。伟乡兄弟物资不二十分钟两分田，两分田什么意思啊？二十分钟内，伟乡兄弟收割水稻面积达到两分田，即可兑换一顿超级豪华大餐。请问是两分是哪两分？我先问一下。这一块就是两分。哦，这一块是两分田。哦，二十分钟割这个。请问有设备吗，老师？镰刀啊。来吧。哦，慢点，慢点，还能慢点。我来学习一下这个怎么割啊。哎。哦。我就你。嗯。看一下，看一下。对。拿住。哦哦，两下哦，拿住，一下两把哦，活的 ，OK， 知道了，来吧，这是我们一起的事情，把它全部割完，来了啊，哎，三，二，一，开始，开始。有点难割。寸劲儿，哇！各位，现在已经过去五分钟了。我哥，我去，完了，那不可能了，完了，完了，全完了。不行，就四分之一吧。我们要坚持住。哎，农民伯伯的腰真的是厉害。我觉得，真的，我这个腰哦，农民伯伯真辛苦了。哎，哎，哎，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叫点帮忙的呀？帮忙那个餐就没了。还没说不要，不让叫帮忙的呀。您好，我们有一任务，就把这麦子割完了。要不割完了吧，我们能有点奖励。您，我们不行，我们实在来不了。
没弄过这个，您能不能帮我们弄弄？完了，咱一块儿，我们请您吃大餐也行，行吗？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哎，怎么样？我找着援军了，我找着。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帮我一块儿，哥哥行吗？行，还有，谢谢您，谢谢您，我也快点来。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加油！已经加入了，他们已经加入了。哎呦，你看人家割的，哎呦，割的好快的呀！不，人家就是熟啊。是吧？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来了，兄弟们，最后。行，胜利了，胜利了。哎呦，哎呦，哎呦，哎，这不是咱们的，咱得先谢人家，先谢人家，谢谢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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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啊，太不容易了，谢谢。我现在就教育孩子，就天天让他们必须吃完饭，他们现在都能倒背这个悯农了。你可能不用他说，你下回带他们在这儿搁一回，搁一次，你让他们浪费，他都不会浪费了。哎呦，不过你说干活。往这一坐，小风一吹，还真舒服啊！想眯一会儿是吧？真舒服，爽了！哎呀，挺好。刚刚他那个说了，我很想去体验一下，就是在稻田和，就是还有水沟，他能养那个螃蟹和泥鳅。走吧，走走走，走吧，走走走走，我们上哪车？这个啊，好，去看看，体验一下啊。哎呀！啊！稻田抓鸭，我看到了。来来来来来来！哇！难道是让我们抓鸭子吗？他们在向我们挑战，你看那个样子。我有一种，我不行，我怕它。不是鸭子，鸭子会牵人的。小鸭子，我来了。稻田抓鸭，十分钟内尾香兄弟抓鸭数量达十只，即可兑换一次免费加油券。哦。十分钟得抓十只，我以为抓，哎呦，来来来，你别觉得太简单，不，我一个人就马上就抓十只。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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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帮我们正统人啊！你来，你来，我们来，你来，来啊！你们说呀，你来啊！别光说不练啊！对呀，狠话放前面，来来来，哎，计时啊！计时，我们看，来，这样我们给他一分钟，他一分钟之内一直抓不到，我们就马上下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计时开始了，快跑！你别把鸭子给踩死了！我笑我太好，我这个画面真的。我来了，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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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我怕他。下手啊！哎哎哎哎哎！好，走！我不行！我怕他，怎么抓呀？哎，堵住了！哎哎哎！不是，怎么？不要逃，不要走，你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哎哎哎哎哎哎哎！我是抓鸭大王。还要啊？要。我跟你说，
先把它赶在一个角落。好，来来来，就把它赶在那个角落。往这边，往这边，往那边，那边，往那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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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走，走，过，走，那边去，走，走。好好，哎，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啊，来一个，好，来一个，啊，好，好，快快快，快快快，快，好，快快快，好，好不了了，你好不了了，好不了了，你好不了，你好不了了，啊，好不了了，注意还有最后。等一下，我们差不多就行了，数数三箱油够了吧？几只？这有几只？三箱油差不多吧，搞三箱吧，绝对够了，三箱油吧，多的送你们了。我们也不要第四箱了，对，我们也不要第四箱，三箱。啊，这也完成刷压任务了。哎呀，谢谢，谢谢。哎，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可怜的鸭子，哎呀，泥塘摸鱼，这个难哦。豪华住宿一晚，下下下下下。这个我一定要赢，因为我要去那个极速。我要去。还有雨靴，还有雨靴。最强的人来了。哇，来了，抓鱼王子啊！你什么都王子，你对，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哇，来了，哇，这动弹不得呀！哇，这真好动，哎呦，哇，哇。这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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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进这进这进进就沉下去了，完了动不了，动不了了，这不行，我根本就走不了，在这里边，我一进我一脚就下去，你负重太重了，这不我抓鱼，这鱼抓我这。他抓着了！哎呀！哎呀妈呀！我觉得可以了，用手，用这个手套完全感觉不到鱼的，必须要用手。哦！啊，不行，这个太吓人了。哟。哦、不行，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哎，这里有，这里有，哎，又跑掉了。
对，就是那种很大的。哥，行了，哥，行了，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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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可以往前带肉，可以往前带肉。哎呀，我抓到一个大鱼，我抓一小的。大的，兄弟。最强的人来了，我来了。哦，啊，哇，哇。啊！啊！哇，老弟你可以的，可以的。啊！啊！呱呱呱！咚！呀！哇！这俩好飞，快快快，枪子！哎，我上岸，我上岸，我结束了，我结束了。站站站站站，放筐里。哎，我抓的。哎，过来吧，耶！几条了？够了吧？够了。哎呀，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恭喜伟江兄弟获得豪华住宿券一张。啊，谢谢，太难了。嗯，我们是爬上岸的，我。这项运动不适合我。豪华住宿券，来，爱你，耶、yeah ，爱你，比心。我们可以住五星级，五星级，五星级。快洗澡去。咱们要不然我回就准备一下晚上的节目。好，好。零糖零脂零卡就喝元气森林，本节目由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旗舰级硬核豪华 SUV 广汽传祺 GS8 指定座驾赞助播出。我一问这一只眼，你还倒不三头？你怎么糊涂呀？你奶奶一个头，这猫一个头。走吧，咱们要出发了，咱们快面试走吧。哥几个，走吧。现在已经六点。哎呦！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还有谁？就是你可以多提供几个伴奏。海阔天空，写上。海阔天空。我真怀疑我。拿车。你要记词吗？我大概记得。老季，再想想，拿手的。思念是一种病，因为我这个比较有气氛，那个思念是一种病，也符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可能老季唱完第一首之后，他的歌单就没人再点了。哎呦，这个节目，当时跟我说来录的时候，可真没说有这么多才艺展示的环节。可能就是还是昨天那地儿吧。到了。来吧，咱们装扮一下。这是咱们要卖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就买点东西，有半个小时以后回来。你们去买吧，我就不买了，我在这弄东西吧。我觉得可以这样，我去买点罐头啥的，咱们明天能用。咱们露营，对，没有东西。对，好吧，我去买一点。好。我觉得我们每天在这里摆摊，我觉得我们的生意也会很好。差不多了吧？差
差不多。今天再装两个。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照片要贴一下，告诉大家我们出来赚钱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先管管音乐啊。好，不用管我。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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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有问题吗？过一下。对对对，过一下，过一下。再从头，对不对？没问题啊，很好。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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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那今天晚上你那个音控的部分就交给你了，好不好？对，你告诉我你下一首唱什么，然后你要卖的时候，然后我给你分。看观众想要那个点什么，对不对？好，关注。可以。好了，话筒调完了，话筒调完了，然后听一下，都能放就行了。好，下一首。我怕我，可以，男生 key。下一个。哥几个，我现在在超市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带的、需要的，我这边可以买的。我们还差呀。行。这是哪个版本？这是谁的版本？这我们看张学友的。我的绝不是简单是你的。可以啊，这版本吧，这版本只要比那个伴奏听得舒服。OK， 辛苦了，你吃点东西啊，待会儿叫一下。搞定。好，音乐搞完了。人生第一次啊。哟，这个有点僵不太住。这都是在宁夏吗？对，这都是我们这几天在宁夏旅游的照片。好，差不多了。我觉得应该是老了吧，现在，请你不要再掉了。哇，已经这么多客人了，行了吗？哎，他们知道咱这是要卖的吗？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卖东西，怎么办？商量一下。觉得咱们先表演，然后对，先得演，对，先得演，上来先歌舞，好吧？那就来呗，我先唱，我先唱一首，先开场舞。对，而且心里还有点小紧张呢，因为要正式演出了。对。哎，亲爱的路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这个我们往这一站，你们可能都特别奇怪，说这四个人在这儿又捯饬又化妆，完了还摆出小玩意儿，干嘛？好，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咱们团体叫什么名？伟香兄弟。对啊，咱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对，大家不认识我们，从这边这个大帅哥开始。大家好，叶云成，很高兴来到银川。这掌声，尖叫声！哇呀！大家好，我是袁佳。大家好，我是阎鹤祥。大家好，我是袁生杰。各位好。这高兴过后就得说点伤心事儿了。哎，我们为什么这个到这今天摆这个尾香摊呢？是为什么呢？一言难尽。做一次旅行，然后是这样，我们呢再做一次旅行，然后这次旅行呢，我们的盘缠跟路费啊是有限的，对，是有限的，然后有很多的规矩，盘缠路费花完了，万般无奈，我们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挺好的，我觉得现场卖艺，这个有句老话讲得好，叫没有君子不养艺人。今天就全看银川的
父老乡亲能不能帮助我们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的尾箱，我们自己布置了，这里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私人物品。对，当然我们不会是溢价卖，我们一般都是打折卖。对，大家开心不？行，这个卖东西的事情我们再慢慢聊，我们先给大家唱唱歌，表演一些节目好不好？大家都等了很久了，对不对？给各位现场的朋友唱一首比较就欢快的歌曲《爱情睡醒了》，送给大家，谢谢。来，边掌声，掌声在哪里？我们来空气级的，空气级的。零糖零脂零卡就喝元气森林，本节目由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为了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就忍痛把它卖掉。这是我的私人藏货，打折价就是300块钱。贵了？三块钱？要抢人这是？今天是个摘枣的工人。哎呦，这红的，你看这红的，它向阳的一面红得快啊！怎么了？太可怕了！我们去挑战一下足球队。来，给我一个球，哥们儿。哎！其实旅行这个事儿，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对我来说是种逃避。现在我最难受的是，有的时候我认可我那一点，观众不认可；但是我不认可的地方，观众反而倒认可。我也是在徘徊，就是你要当一个流量，还是要当一个实力的演员？我都不知道我元春节我自己一个人时间在干嘛，也是在找寻找自己。